好，那你缓一下钱。OK。嗯，对。放了，你还得又该上学，快回了。你这老了，是一挣个地儿的，哎，他一。
嗯，俺这家人人家有条着，你还叫你没来？今天在房子，可我指望着望，然后再摸了，再找家孩子，找去。俺就是那话。你留那钱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你知道呗？哎，你不能光那么省钱嘞。拆嘞，拆嘞。你看。不是，你现在吧，反正是，嗯，主闹你还稍微好点嘞。之前你是不是？哎呀，啥都使不得。你跟他说，亲手给我，俺叫我知道平点好多了，你知道呗？那会儿俺呀，只有我吃我是呗。哎，这会儿跟年代跟那会儿不一样哎。不用我说，俺就我这儿好多呀，吃都好也，俺都我家买点吃。我都想我。之前俺妈，然后每家一台使不得吃，都放，把它放回去了。可累人家就是人，你那个啥舍不得吃，我丢，丢点乖乖要再吃，我也吃不吃。不是吃不吃，想不起这个事儿了。就是这个事儿，就想不起。这事儿好嘞，这两天老去买个床，啊，不然老得往这个窗户上买个窗帘儿，买俩窗帘儿，一个窗户，整一个窗户，整俩呀。你搁那整个，这搁那整个。这窗户那窗户底下有窗帘儿啊，插了一个窗户，有一个窗户木。哎呀，这个这个，我说。那收拾利利索索嘞。啊，这盖顶顶个塞乎嘞。哦。这是个旧房。咱买个床，买个床。嗯。